自己心里是否爱上了他一个，但愿自己确实清楚，非爱不可。问问内心，可有为他暗里也担心过，常怀万般千般感触，爱比幸福许多。既有欢聚时候，也有分手痛楚，事后后悔，常常望日后有机会结成果。但是自己心里未知情缘前景如何，常常回忆往日浪漫，这亦是当初。呢啲咁嘅庸脂俗粉，都可以叫做绝色美人咩？禀王爷，选拔美人之事系由马知县一手经办嘅。王爷开恩，卑职知罪，卑职知罪。哼，苏州一向多美女，我就唔信一个似样都揾唔到。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连一啲咁小事都办唔好，唔通有人双手将江山送俾我啊？系，陈老师，本王爷问你，用兵之道应该点？禀王爷，用兵之道贵乎神速。孙子兵法有云：以速为贵，以备为奇。制机之先，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。
你的孙子兵法书里面记得清清楚楚，本王爷什么问你？王爷有何高见呢？乜你身为学士，一啲主见都冇咩？本王爷需要嘅乃一个富国之才，并唔系一个死读书嘅人。李先生，下官在。呢啲所谓饱学之士不外如此，你以后要认真鉴别一下。本王爷唔想有人滥竽充数。系。马之远，我再俾一个月期限你，如果你再敷衍失责，小心你个头。多谢王爷宽限之恩。子曰：五谋之责，恕之以丧。五十者可以医百矣。将列，五十者可以医百矣，做队头。你俾个队名我。千万夫顿成雄狮哉。鸡豚九次之畜，莫胡失其事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你一群红颜过青天，你俾个队名我。两山雨燕过屋檐。白茅田勿夺其事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你同我对个队。和尚念经，声声南无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你哋惭愧唔惭愧？边位系陈秀才？老夫就系啦。到底有咩贵干呢？我奉本院嘅命令嚟话俾你听，凡系本院未嫁嘅闺女咧，一律半个月内要嚟到报到，以便挑选我哋送到南昌宁王府。如有违令，严拉查办。爹，我就不信靈王真的這麼無法無天，竟敢公開強徵民女。別說靈王這麼大勢力啦，就算是本院的知縣大人都掌握著我們百姓的生殺大權，我們區區一個草民又怎樣跟官府作對啊？爹啊，以你的才學，如果當年考回官半職的話，現在就不用被人蝦成這樣了。秀英，我不是跟你說過的，君子有所為，有所不為，邦有道则富其君，邦无道则独善其身。如今国君少不更事，搞到朝纲不正，群臣争权夺利，再加上宁王昭然立事，密谋造反，好多有识之士都视开科取士为畏途，恐怕将来祸乱一起，引起杀生之祸。嗱，好似而家江南四大名士，唐伯虎、祝枝山、文征明、周文斌咁，佢哋考到戒完之后，就不再向仕途进取啦。一方面又怕佢哋自己名气引起宁王嘅招揽，所以扮成狂士咁，表面上系缓势，其实系避势。呢次宁王反而显明，今次强征民女一定系另有阴谋嘅。如果被他选中了，将来宁王事败就会身败名裂，衰生又死的了。爹，凡事都有解决的方法的，反正还有半个月时限，我们从长计议，一定想到应付的方法的。如今除了华太师府内，
本院嘅闺女都恐怕难逃此劫啊！秀英，除咗华太师，就算系巡案御史，甚至兵部侍郎，都唔敢同灵王作对啊！你话我哋有咩办法啦？啊，爹啊，我哋可以求华太师啊！华太师又保得几多闺女啊？秀英，你都系翻房休息先啦，等我谂下睇下仲有冇其他办法。知道爹，阿爹早唞。晏噶啦，起身啦，爹。事在必行，以御之之用，必无侥幸落选之理。为父苦思熟虑，亦难逃两全之策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拼着一死，使禹成为大孝之身。令王向来迷信，以或可逃过被选之危。父以年迈，虽死亦不足哀。禹当年少，虽为己身作一打算，今天地之大，只有华太师府邸尚可容身，汝无需设法避入太师府内，即使埋身为皮，亦不足惜。切记切记，父绝不。秋香出嚟嘅，你方佢唔系贪瞓唔知醒咩？咦，就到太夫人拜神嘅时候啦，佛堂仲未打扫好，咁我哋点算啊？唔系啦，我哋都系入去叫醒秋香，打扫干净佛堂先啦。秋香，秋香啊！搞住
扫噶啦，秋香起身啦。堂念经噶啦，仲唔起身打扫啊？你有得打啊？起身啦！咁都等我梳洗下先啦。洗乜嘢啊？就到太夫人拜神嘅时候啦，快啲啦！唔使梳洗，就咁系啦，快快啲啊！秋香，你快啲啦，你瞓够未啫？快手啲啦，太夫人就出嚟噶啦。秋香，秋香，秋香啊！你做咩啊？咁你坐喺度都要瞓嘅啫。嗱，你快啲企喺度抹观音像啦，企喺度你唔瞓觉嘅，快啲去啦。去啦，精神啲啦。太夫人，太夫人，太夫人。秋香，哎呀，秋香，岂有此理啊！太夫人，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。秋香究竟犯了什么事要动用家法啊？这个贱丫头整那多张官世恩图，打死她都应该的了。安人，就是这样打下去，秋香她真的可能会死的。停手。秋香，我打了你这回，以后都不再打你了。多谢太夫人。你不用多谢我，你以后都不是华府的人了。你去账房攞翻你张卖身契，同埋呢个月嘅零用，你扯啦！太夫人，你原谅我一次啦，唔好赶我走啦，太夫人。你唔使多讲啦，拖佢出去。好。太夫人，唔好赶奴婢走啦，太夫人，太夫人，太夫人啦，唔好赶我走啊！秋香呢个贱丫头，佢整烂咗我张官世恩图。以后要找回一张啊，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了。安人啊，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我想起有一个丹青名家，他是画画天下第一的，你如果是能够请到他画这幅观音图的话，我相信一定比以前的幅更加好的。哦，你提的是哪一个啊？他就是二娘的表弟唐伯虎嘛。啊，是啊，你提醒了我，于根的唐画天下第一。哎呀，我为什么想不到唐伯虎这个人呢？安人，媳妇这个表亲恃才傲物，他画画是要讲心情的，恐怕他不一定肯画这幅画噃。那么我出他一千两用笔，如果一千两不得就二千两，二千两不得就三千两。我不信他不肯跟我说。大师傅，你即刻叫人去苏州，要唐伯虎跟我画一张观世音图。是，安人。
番人嘅近身侍婢而家少咗秋香，需唔需要补上一个呢？哦，我会喺府里嘅丫鬟里头选上一个噶啦。媳妇听啲下人讲，而家有位姑娘，佢才貌相传，喺街头卖身葬父。媳妇想将佢买翻嚟侍候安人，唔知安人喜唔喜欢呢？咁你咪去睇下咯。如果佢真系聪明伶俐嘅，你咪买佢翻嚟啦。不过身家眼唔好难为人哋啊吓。系。平条啊！咩事啊？嗰位姑娘就喺嗰边卖身葬父啊！哦，我哋过去睇下。呢位大爷，你唔使再谈，我唔会卖身俾你。你而家系卖身葬父喎，左又话唔卖，右又话唔卖，你嘅三不卖难唔到我。你而家有用嗰个系咪难我？大爷有财有势，你休我买唔到靓嘅丫鬟啊？姑娘仔，你卖身嘅条件都几苛刻噶噃。弱女无依，思梦托乔木，亦要择良木唔妻，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就算系为奴为婢，亦唔希望所托非人，耽误终身。你起身先啦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陈秀英，我想买你做丫鬟，唔知道你要咩条件呢？我有三不卖。哦，咁你讲，为人作基妾一不卖，非官臣之家二不卖，非饱学之士三不卖。哦，咁呢三个条件我自问都符合嘅。夫人端庄娴淑，敢问夫人系何府何地嘅呢？锦官城外柏森森。小女子愿意跟随夫人。哦，点解听我一句说话，你就肯埋身？锦官城外柏森森，既然夫人系太师府中之人，我又点会唔肯买？而且我等咗几日，都系等呢个机会啫。你真系聪明啦，佢就系当今太师府里边嘅二夫人啊！拜见二夫人，起身啦。所谓人有善根，其根之为善，善即人之根，亦即人之本性。所谓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就系咁解啦。你哋明唔明？啊？唔明啊？咁都仲唔明？系啦。书就一定要多读，读到个烂熟，念得晒，咁就自然明白点解噶啦。哦，你跟我读。人之初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习相远。二弟啊，二弟，人之初，初之人，老师困着咗。佢梗系瞓啦，佢就读埋啲三字经，佢唔分有假啦。啱。
姐姐，系咪我着起件衫衣不称身，所以你哋笑啊？秀英姐啊，以你咁嘅人才做丫鬟，真系委屈咗你啊！人到矮檐下，谁敢不低头？秀英姐啊，虽然我冇读过咩书咋，不过你讲呢几句话我听得明嘅。其实有边几个生出嚟唔想享福，想做丫鬟啊？哎呀，细佬啊，你唔好阻住啊，等阿哥睇完先啦。我大哥，我哋一齐睇啊！哎呀，边个喺出边啊？等我睇下。呢个睇唔到啊！呢个都擘大眼咧。大公子，大公子，二公子。大公子，二公子。细佬啊，好靓啊，靓啊，靓啊！你帮我哋化件画好唔好啊？大公子唔得噶，太师同埋太夫人等紧要见佢嘅。点唔得啊？诶，同我哋化件画，我画啦。同我哋化件画，画啦。大公子，公子，大公子。你兩隻畜生，仲唔過嚟跪低？阿兒叩見阿爹。讀書人最緊要就係尊師重道。你兩個竟然戲弄老師，直情係大逆不道。阿爹，我哋不過讀書讀到悶，所以混帳。读书读到门就要戏弄老师嘅啦咩？阿爹，我哋知错啦。阿老阿爹，我哋知错啦。阿老爷，佢哋既然知错啦，咁就原谅佢哋一次啦。快啲向老师认错。快啲！老师，你原谅我哋啦。好，知过能改，都善莫大焉。顾念你哋两个初犯，就原谅你哋一次，下次啊，千祈唔好啦。多谢老师。王老师，系，以后佢哋两个如果仲系咁唔听教嘅，你随时话俾我听，我会罚佢哋。系。快啲跟王老师翻去书房读书。系。啊，俾人告退。老爷安人，呢个就系新买翻嚟嘅丫鬟。奴婢叩见老太爷、太夫人。你叫咩名啊？奴婢叫陈秀英。嗯，好。你以后就是华府的丫鬟了，你就叫做华秋香啦。是，奴婢听候太夫人差遣。嗯，秋香。奴婢在。以你的姿容，做人家的妾侍，享下福，点都好过做侍婢啊。点解你自己要立下第一脉，就不作他人姬妾呢？回老太爷。所謂人克盡，如嬌切婦，是今暫死不恭候。人就算是窮，都要窮得有骨氣。好，講得好。秋香，以後你就在我府裏頭做事，我不會代傍你的。多謝老太爺。阿若英，你都幾有眼光啊！都是托安人的鴻福啫。安人啊！恭喜你又得到个如花似玉的近身侍婢啊！好，好，夫人，我哋而家有一件喜事，不过好似仲有一件噃。系咩？啊，乜你唔记得咗咩？啊！我哋就快可以有一幅唐介元亲手画嘅观音像，到时供奉喺佛堂里边咯，真系生色不少噶。嗯，系啊。
爷。几位嫂夫人有礼。祝大爷，点解今日咁错档啊？系啊，我专程嚟拜访伯父兄啊。请问伯父兄响唔响度啊？我家相公今日专心作画，我睇都唔得闲同你出去风花雪月咯。嫂夫人，点解咁讲啊？哎呀，祝大爷，我家相公乃系有家室之人，唔似得祝大爷你单身无父，中意出去点样玩就点样玩。哎呀，我真系希望你唔好大话我相公就好咯。啊，嫂夫人，我呢次嚟咧系邀伯父兄去赴一个诗酒会，别无他意，别无他意噶。希望真系别无他意就好啦。哎呀，祝大爷，如果你想同我家相公论下文饮下酒咧，我就真系好欢迎。但系如果你想带佢出去烟花之地咧，咁你呢位客人我就唔欢迎啦。嫂夫人，我绝对唔会带伯父兄去烟花之地嘅。我想见下伯父兄咧。真系对唔住啦。頭先我都講過啦，我家相公今日要專心作畫，我睇都係請大爺你第日再嚟過啦嚇。啊，哎呀，咁樣就啊，嫂夫人你有所不知啊，我咧係嗰班師友推我嚟見伯父兄嘅。哦，伯父兄唔去唔緊要噶，我同佢見一見面，咁樣咧我翻去有個交代，係唔係啊？好，咁就请祝大爷同我家相公喺后花园度谈下心，吸下新鲜空气啦。如果出去嘅，我睇就不必咯。多谢嫂夫人，多谢嫂夫人。唉，成日系书房作画，有失风流才子之名啊！言下之意，老祖，咁你有何提议咁啊？去花园行下。好啊，请啊，请。啊，春雨过后，景色分外明朗喎。雨未跌，雪浮空。南边一点春风渐，冬天未锁，人间春好，玉匪曾醉。人间就是春好了，只可惜书生自醉啊。老祖，何以咁讲啊？不是咩？嗱，有人为咗人间春好，一人拥有百美，至今垂落于河东狮嘅樊笼里边，连埋一啲自由都冇啊！唉，可惜可惜。不过咧，又好难讲嘅。啊，河东狮一口，两只脚想行都冇力啊！唉，老祖，你又唔好睇小小弟。如果系我有巨耐嘅。啊！點會話一取再取，取次七次咁多咧？啊！係啊係啊！就算我睇錯咗你啦，伯父唔係巨類之人，咁我同你何必屈居小花園個老頭啊？我哋出去揾幾朵解語花，對酒笙歌，意下如何啊？伯父兄，我老祖從嚟唔為強人所難嘅。既然你唔敢去，咁我就揾文正明陪我去。最低限度，佢屋企冇嗰只可动丝哦。老祖，我一依出去陪你饮花酒。讲出要做，言出必行。我喺醉香居等你啊！
朝暮暮，暮暮朝朝，唉，你啲乜死话死话，唉，唔烦死都俾你闷死咯。做人做做我，仲边有咁嘅意思啊？相公，乜你真系好闷咩吓？梗系啦，就算系真秀百媚啊，俾你日对夜对，你都会闷噶。何况呢啲咁嘅话，仲要花我心思添。我睇啊，如果再落去，我心思用尽之时，郁郁而死，呜呼，哀哉咯！点解要咁讲啫？照你咁讲啊，岂不是我哋要做寡妇？系都冇办法噶咯，啲娘子又要限期教画，唉，就算死我都要死翻出嚟啦。咁又唔好话得我哋咁冇人情味。如果你真系觉得闷咯，咁咪出去散下心咯，姐姐。唉，唔好啦，免至我今日出咗之后，听日仲要加倍功夫添。最多咁啦，我俾多一日限期你。又系嘅，成日都留喺个房度画画，真系好闷噶嘛，闷坏咗身体，连画都画得唔好咯，嗬，相公。好啦。娘子有命，為夫只好遵從嘅啫。咁我去啦。你去啦。姐姐，你點解俾佢出去啫？計我話，佢一定係同嗰個祝枝山去飲花酒啦。你估我唔知啊？姐姐啊，你明知佢飲花酒。为什么还让他去呢？正所谓物极必反，有时我都要放松下他才行。这招就叫一收一放，是我的御夫术。喂喂，老竹啊，你咁样对唐伯虎似乎系太过啲，我睇佢都唔会嚟噶啦。啊，你错你错，佢一定嚟。你谂下，唐伯虎咧最惊佢屋企嗰只河东狮超勇啊！我唔用激将法激下佢啊，佢点嚟得噶？老竹，精明兄，你就话我唔可以嚟啊？点啊？伯父兄，坐坐。等先，同我去边度咁啊？老祖，你果然料事如神啊！伯父兄啊，老祖话想同我哋花厅饮酒喎。好主意啊！诶，点解仲唔起人啊？哦，依家有咗个贵上撇嘅唐伯虎，如果仲有埋嘅有激撇嘅周文斌。今日我哋江南四才子今晚可以尽在花厅迎风弄月，但系而家三缺一，唉，美中不足，美中不足。哦，老祖啊，周文斌一向循规蹈矩，从来都唔识捉烟花之地嘅。如果要揾咁嘅机会，就真系难啊！我有办法可以令到周文斌同我哋一齐共酒啊！好，你有办法叫到周文斌出嚟咧？今晚呢一餐我做东，一言为定。好，驷马难追。饮，我哋一向都知道你有所不为，有所不欲，又点会话强人所难呢？今日保证纯粹系饮酒谈诗论词，绝对唔会话有花放柳噶。伯兄，我哋都知道你最忌嘅系老柳长花。我哋又点会叫你去寻花问柳啊？冇错啦，文斌兄，我哋不过系想租只艇，随波逐水，欣赏湖光山色，然后就对酒吟诗。咁又何必送我哋雅兴呢？对啦，对啦。好，既然三位贤兄圣意拳拳，小弟唯有恭敬不如从命啦。老祖啊，呢一个东道你请得心服口服啦，服服，你睇
文斌兄肯出嚟，我哋四才子聚首一堂，我老咗请呢餐啊，值得嘅，值得嘅。系咁，我哋以后多啲揾啲咁嘅机会聚埋一齐啦，老祖。我哋纵情识酒，不过都系做俾人睇，以示无心仕途，并唔系话咁好酒色。文斌兄啊，人哋可以误会我哋，但系你系应该最清楚噶。对啦，对啦。唐兄，凡事都系适可而止好啲噶。是的。哎，小弟突然想个对头，想三位兄台都嚟做对味。哎，好啊，三位兄台以下如何？好啊，好啊，你即官出对头，你点难都难唔到我老族嘅。好，小弟出嘅对头就是色空空即是空空，空门万事空，出家人即是空空。文兄。就由你先对啦。好。咁多个空空空都几有心思喎。诶，文兄，我已经谂到对尾啦，不如由我嚟对先啊。好啊。竹兄，如果你强行先对，咁似乎睇唔起我哋文兄喎。哦，系啊系啊。文兄，请啊请啊。好。个对尾咧，我都谂到噶啦。小弟洗耳恭听。我个对尾就系枝绝绝。句近绝绝，诗住人清绝，回文诗句近绝绝。啊，好句，绝句，绝句，好一个空空，一个绝绝，点解唔讲下落落啊？诶，老竹啊，你好似好有把握喎，不妨讲下你个落落嚟听下。好啊，你哋听住啊。中落落。如人落落，落真思夜落。文兄，超破娘如人落落，超破娘如人落落。哎呀，公正又有意思。好句好句，落落。失礼之人不发淫声，请恕小弟失陪。文兄，老祖只不过一时胡言乱语嘅啫。你就咪當佢放狗屁唔算咯！我似你，我個隊尾你都未曾聽噃，係喎。請坐，請坐，坐，坐低，坐低啊！文斌兄，好，可一不可再。嗱，我個隊尾咧就係花艷艷，並非艷艷；艷屎獨醉艷，桃花扇並非艷艷。啊，好句，好啊！唐兄真不愧为江南第一才子，小弟佩服。好一句，桃花仙并非艳艳，咁即系讲《金瓶梅》啊，何以成就艳艳啦？嗱，其实咧，天下间最艳嘅系女人，只有女艳啊，才可以最艳。啊！女人一出现啊，就艳光四射，满目生艳，处处生艳啊！竹兄。言猶在耳，小弟失陪啦。文竹兄，坐喺度，请你一阵下睇下风景啊！你睇到风景咧，你就唔舍得走啦。坐低，坐低，你何必介怀咧？坐低。坐低，请坐，请坐。唐兄，祝大爷。你哋好好地招呼呢位周相公啊！周相公，你做咩嘢啊？我哋请你睇风景啊嘛！有啊，文斌兄，文斌兄，皇天在上，想我周文斌一向洁身自爱，如今竟为损友所害，自然清白之身沾染邪气。而家我要倾一江之水，洗我邪气，还我清白。哎呀，周文斌啊！如此不可教也。嗰边嗰只树嗰啲系咩人？点解玩得咁狂？禀王爷。
喺花亭上面飲酒作樂嘅就江南四才子唐伯虎、祝枝山、周文斌同埋文徵明啊。在花间永游荡，花瓣铺我床，冷汗从而觅食，前度在蜘蛛网，独在花间远瞭望，景色尽见苍生奔波千百趟，静静观望世情，身心不想受绑，夏夜卜风我也心觉难安，任意高歌。